我知道，不是电路的问题。我进来了，小雨、小丽阿姨不在啊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哎呦，我刚想跟你说呢，那门都没锁上。我没锁门吗？不是，啊，关了，我帮你关上。江宇呢？啊，开会去了。开什么会啊？业主委员会，一家一个人。你坐。不是，这会你让孩子去开干嘛呀？我哪有时间啊？你都。 最新的 OS 哎，怎么样？厉害！这么多年网吧老板娘不是白当的，年轻人再接再厉啊！我不服，再来！再来100遍你也是输。到时间了，我得看电视剧了。 这种老剧你不爱看吧？爱看，可喜欢了那个。哎，就这剧。真的啊？嗯。这是阿姨最喜欢看的电视剧了。我都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。江宇一直说我土。我也是陪别人看的。他为了追这个剧，看一集录一集。那时候不是没办法吗？哪像现在，随便上网就能看电视剧。真是。 那是90年代初的事儿，你怎么连这都知道？老高，老高跟我说的。听见了？没事儿，我在呢。你在有什么用啊？哎，我陪你去看看去。没事儿。 看不见。哦，这么晚了，找不到人来修电表了，看来只能我自己出动了。哎哎，小心，下来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这实验室的规矩都忘了，老师怎么跟你说的呀？
不管有电还是没电，都不能用手直接去触碰电路。算了，你拿来。嚯，听这口气，没当过十年物理课代表都说不出来。把测电表给我。那。你小孩怎么会这个？哦，那个，我看老高怎么弄就怎么弄。老高真厉害啊，会做饭，会修电表。你刚才说那电视剧也是老高给你妈录的吧？真是个好男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不是电路的问题，我估计啊，就是停电了。帮我拿个钳子吧，我把这个给装上。啊，钳子！哎，小心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啊，没事没事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没事。哎，消消毒吧，走。以后停电啊，别再那么慌张了。还有，千万记住我刚才说的，无论是有电没电，都不能用手直接去碰电路，有事打电话叫别人来弄啊。刚才突然想到了一点以前的事情，走了神儿。以前的事儿啊，什么事儿？江宇他爸的事儿，他爸也会修电表。那他爸在你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